9月29日 Super Junior 成员金立旭发文承认恋情，同时表示因为太晚告知粉丝们真相而道歉。据悉日前网上爆出针对他的恋情传闻，对此金立旭发文大方承认，他表示确实是在交往中，但并没有为女朋友开咖啡店，坦言对不起粉丝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对他的照顾和支持。据悉女方是女团出身的演员，比立旭小7岁，两人通过熟人的介绍而变得亲近，正在小心翼翼的交往中。据韩媒报道，经纪公司认证了立旭和女友的恋爱，表示立旭和女友是从亲密的前后辈关系发展成为了恋人关系。